我是 Coco， 我是大超，相约星期六夫妻看房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耳湾花果山，花果山耶。今天这套房呢比较的特别，以前也没有给大家拍过类似这样的。这里啊一共有八户邻居，大家进来以后呢，好像有一个广场一样。这个算是这种弄堂这种胡同啊，比较对对对宽敞的那种。就是说你这五户邻居咱关系好一点，就这么说吧，就是在这跳个广场舞组织一下。要是关系不好呢？就明天见。battle 明天见。 OK， 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栋的数据，四房四点五浴，4055尺应该是，然后占地是0.27 acre， 房龄是2015年的，院子都很大，我们进去赶紧看一下啊。这个应该来说跟 Shady K 一样的，还有 Turtle Ridge 的外观是长得几乎是这种复制粘贴型的，对，黄色涂料配石材贴面，没错。然后进来呢，你首先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前庭吧。哎，这植物种得很旺很开阔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对，OK。 然后呢这个户型呢跟人家不一样，就这个有个独立的楼梯，是它供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房间。对，这是意大利式。 对，然后你在后面还有一个主卧，是在一楼的一个主厅，那你小朋友如果大了就可以自己出去了。 Alright， 我们到里边。他今天没有鞋套吗？呀、yeah. 啊、哦、不需要是吗？哦、oh, OK OK、我们给远程客人拍一下。好，OK。 好，进来以后一个挑高的一个客厅，哇哦，这个厅真的 surprise 很高。真的挺高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而且很大气，然后我觉得对还不错。然后你看这里就到后院去了。我比较关心的是它后院吵不吵的问题，因为在地图上来看靠近261，它有点靠近那个高速，所以我们今天给远程客人来拍也是一个重要的点，就是过来听一下。此处我不说话，噪音是会有的，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。我们再来走得近一点哈，不过好在是它泳池这些全部都搞定了。对对吧？然后这里你还有一个，我来看，而且做的还都挺豪华大气的感觉，有一点点的，就是他能看到这条，但是这不是高速，不是，这是个进口，就是他要上去的。哦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从这个没有那么快，就是他是一个准备到口的这个过去。我们在你可以扫后院，然后我不说话，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。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一分价格一分货吧。因为楼上今天上午我帮一个客人去拍，630万是我们公司的独家代理的。对，但是同样花果山这个地比刚楼上的还大，是的，445，是的，差出200万。就是如果是差出200万，我更愿意买这套。它虽然有一点毛病的话，但我觉得对它的价格对得起的价格嘛，他就把那个，对，我有噪音他已经举手了，但我减了200万，你就 take 不 take 吧，是不是？而且 OK， 这个台面非常的棒，对不对？你看都升级完毕了，这个、食材蛮好的。哎，后院也很好，侧院应该说这里是种花种草，种植那个种菜。我妈会爱死这个小侧院。是它这全院的这个树木都做得蛮好的。我说实话，咱们现在因为买上房了，我要没买上房，我有可能会考虑这套。是吗？是真的哎，我这套我还挺喜欢的，因为那个真的还能接受。我觉得那个专注那个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哦 ，sorry， 我自己在想这个问题。OK， 主卧，你看一下，哎，主卧的话，你看它窗户一关也听不到，什么也听不到。对，这个倒是没有声音的，真的没有啊。然后它是一个双那个挑，这个有11尺的，然后整个这边都 upgrade 了，瓷砖，这是 marble 的，一看就是 marble。然后里面衣帽间的柜子也打了，不错，双台盆，然后淋浴间，然后木质地板配这个marble looking 的这个瓷砖。它这个主卧在一楼，它是只有一层吗？没有，它是有两层的。啊，这里一个小的储物间。 OK， 我们再去那个看看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套还蛮大气的。是的，哎，正好这边有图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应该是在靠近261这一片，应该是在这儿，对不对？在这个位置。
但是正好要跟大家说，你看啊，Ultra Hill 它非常好的是，Ultra Hill Shopping Center 就在它的门口，然后 Northwood High 就在这边，然后它还有自己的学校 Ultra Hill 的 School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花果山，因为他喜欢花果山，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又有 Shopping Mall 又有学校，OK，然后 OK 餐厅，然后这个厨房，厨房岛台还是 OK 的吧？相当 OK 用的这个材料，对。自然食材。里边还有一个 prepare room，这家装修挺舍得花钱的。对，其实装修的挺好。这还有个 prepare room，然后这边有个 pantry，然后到底还有一个洗衣房，然后呢右手边超哥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书房。那这个书房就是对着刚才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中侧院。庭侧院，但这个因为它有淋浴，也可以做成一个房间，是的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楼上是两间，楼下是两间，二上二下啊，，OK。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绕来过去，其实它有点像个回字形的，这个是半个卫生间供客人使用。然后我们就上楼啦，Let's go。上来以后一个 loft，然后这个 loft 呢，它放了一张台球桌，很好。我其实很爱打台球，只是那咱展现家一下你的技术吗？展现我的技术，最后给大家展现。一杆进洞 这边左手边有一个套房。哎呦，孩子是一个乐高爱好者，哇哦，好多，然后这个是个套房，这边呢是他的一个卫生间，哇，这个小朋这个友的卫生乐间高没有真升棒，级啊。没有，那这个，他的乐高让我大开眼界。行，接着往里头走，还有一个房间。其实这个风格它还好，它每一个布景都能看到植物，是的。对吧？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楼梯，就是你可以单独上来两个小朋友，对，是吧？就两个小朋友共用一个 loft 一个厅，然后呢这边还有另外一间小朋友的房间，那这间布置的就非常的 adorable 了，就适合女孩，它是 painting 的一个 OK，然后这边还有个卫生间。是不是是的。？OK，那真的要展示一杆进洞吧？人家码的整整齐齐的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那就不要我之前有视频是在奥泰尔的样板间，我真的打得很好。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展示了。那今天的这一期夫妻看房就是这间在花果山的四房4.5浴4000尺445万，哇，好多四啊！四川人应该很喜欢吧？四川人觉得四是八。0.27 acre 的占地，后院游泳池，2015年的房龄，好，喜欢的。